头据点任务，在岛上搜集任意三种水果带到码头来即可，考验安保人员的搜索以及应变能力。带到码头即可。整个是有范围吗？三种。先收起来，先收起来。我知道。没有范围。Hello， 你们这是什么店？日料啊。日本。有果盘吗？几个了？那还有一个，我没找到。好了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干嘛呢？啊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那么笨，他就塞到地里去了。给你们，给你们，这任务送你们了，不要了，我们走。这是几种？这应该是两种吧，应该是一种苹果，一种梨，是不是？这应该是一种水果。是一种水果。对。反正先交到这里了，不要被他们拿走。这肯定没有。哎，那儿有。哇。人，人，吃，我们走。送我上下船，谢谢。哎，我们这儿有水果吗？水果没有呀，水果还没有水啊，水果没有吗？没有，西瓜半个。对，除了西瓜还有别的吗？别的没有，半个西瓜。西瓜给我吧，好吗？没问题，谢谢。潘姐，哎，鹏哥，我们完成了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那边已经差了一个，那现在这边的任务是什么？找水果，但是我们已经找差不多了。要找几个水果？要找三种不同的水果。鹏哥在找最后一种水果，快点。你现在是什么水果都？我现在一个梨，一个西瓜。一个梨，一个西瓜，还差一种。那够了。还没什么。哎，快快快快！够了是吧？我在大鹏，我在船上等你。好，去找船。快去找船。好。梨、西瓜，三种。哎，好饿。就这样吧。好吃、啊，我们再来。哎，这谁拿西瓜？哎，这我没交任务呢。不，这是什么呀？不，这是什么呀？这算吗？这不是水果啊，这个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核桃。